是玩儿。不玩还能干啥呀？去擦擦手，擦擦手，眼睛上。这不是马上快要天黑了，我们要开始喂鹅了，开始。鹅都已经吃上了，也都已经喂完了，但是你看有的鹅能照清吗？有的鹅都去游泳了，可能是吃饱了，要不然它也不会去呀。刚喂完鹅，饭也要做好了，我姨又蒸了大白馒头，这馒头蒸得越来越成功了。蒜苔，蒜苔炒鸡蛋，要开饭了。今天的饭非常丰盛，一个蘸酱菜，香菜、葱，还有生菜，新炒的鸡蛋酱，然后我姨新出的大馒头，还有这个茄酱，啊，蒜苔炒鸡蛋。这叫什么咸菜？黄瓜咸菜。你喜欢吃吗？配粥可好吃。是。这又做汤吗，姨？嗯。啊，还要再做一个萝卜汤，萝卜粉条汤。萝卜粉条汤，稍等的时候吃这个特别得劲儿，还炒了米。雪涵要吃的吗？嗯。要不吃馒头，要不就吃凉米饭啊。现在我们家做饭都是用这地锅做的，特别好吃，还得劲儿。吃完做完饭呢，这个墙还是热的，后边那个炕也是热的，一举两得。馒头上面这个嘎嘎最好吃了，可焦了慌，你吃不吃雪涵？你不吃我吃吧，他吃大米饭，我们吃馒头。吃完饭了，把鹅都给捐进去。你看这些鹅，全都是在河里洗澡呢。然后这小池塘里全是鹅。这鹅吃完饭之后还要再洗个澡，才回去。现在天黑了，给它捐圈里边去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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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！我知道，就还在这住。我鹅已经捐起来了，我们俩得赶紧回去了，家里还有一堆剩呢，走吧。